现在持有桃园地方法院哈收有一张，搜索你的房间。经过多日跟监埋伏，看准时机，警方上门逮人，刺龙又刺凤的嫌犯当场被压制在地，动弹不得。另一个房间，嫌犯狼狈地坐在地上，警方也在现场查获已经上膛的两把手枪以及多发子弹，还有好几包的毒品安非他命，罪证明确，这下想赖也赖不掉，让嫌犯只能乖乖俯首认罪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，一名曾姓被害人在今年四月份时，因为向警方供出桃园的这一名陈姓角头涉及一件刑案，让陈姓角头遭判刑9年，最近即将入监服刑。角头因此心生不满，带着小弟上门找通风报信的泄密者算总账，抢取被害人身上就是现金以及其他财物，又逼迫被害人签下10张面额达新台币300万元的本票。当时用来逼迫曾姓被害人一次签下300万元本票的，就是这把长得吓人的开山刀。角头无法忍受遭到自己人反叛，企图动用私刑逼迫签下本票。原是好友的两人为了毒品翻脸，想要报仇的角头这下反而罪加一等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